成日听人讲游轮唔知有咩好食，记得早排就决定亲身直击，为大家试船上面多间免费同埋收费嘅餐厅，结果竟然有惊喜，即刻去片。避免浪費食物咧，本身嘅份量咧就係人頭計嘅，但如果唔夠飽嘅話咧，其實可以加量噶。船上面除咗免費餐廳之外咧，仲有幾間收費嘅餐廳，質素都唔錯噶。我哋睇下啲咩好食啦，行啦！喺呢個傳說中好好食嘅喇沙先。試食完之後，記者覺得遊輪上面嘅免費自助餐質素雖然一般，但咧都未至於到劣食，而其他收費餐廳咧就相當有驚喜，味道同埋氣氛咧都好好，值得一試㗎。